雕这边是非常饱满的，并不送出去哈，一般这边还写的这么饱满比较少。那右边的话就是略瘦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有粗细，然后中间要写的紧凑，紧凑而不粘住哦。这个饱满粘下来，这里口就要收紧哦，中间缝隙不要太大。然后它的点很可爱，短，短处，再短处哦，都非常短处的。